天都是已经打完的，6个小时，估计打了15000只。这就打完过后有点不对劲了，这3只都是。回头看看吧，这个是死掉的，带走。终于搞一段落了，食物、水什么的都搞好了，里面做完了。1点钟起来，现在是下午1:40，都没怎么休息过。把他们送过去，送回去，然后请他们吃了一顿饭，我自己都没吃。马不停蹄赶回来，哎呀！我问一下他们，反正一天差不多3万只鸡，3万只鸡4毛钱一只，1200，管人1200，平均240块钱一个人，一个月收入也不少。哎，但是目前我们这只有一个专门做疫苗的，就他们，其他人都不太愿意干的。哎，都不容易。但是这个赚钱的确还可以，我得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还要干活，休息。